跟大家讲哈，咱哦，就是今天的公司哦，有接到哈，最近有接到那个乘客在反映啦，哦，说咱最近咱头班车常常有，就是说有人用背包哦或者外套放在那个空的位置上面，那他们后来从别的地方上车的时候，变成没有位置坐，啊，这样是不公平的啦，啊，嘛是违法的，安尼这是礼貌的代志。啊，所以阮公司就无法度，阮一定爱来甲恁拜托，爱甲恁讲，恁拢好心，阮拢脏，你们是好意的，啊，但是对其他的人是不公平的，他们没办法去谅解。哦，啊，所以拜托的，哦，拜托大家都不要再这样子，啊，不然哦，不要再做这样子，咱就是一个健康的人安尼。报告就是讲吼，咱大家都是一些老，咱的老乘客，拢做好的。啊，咱公司甲恁服务嘛，恁服务十几年，要二十年啦。哦，啊，大家拢知影，咱其实咱头班车即摆是来捷运站台站发车的，啊是为着恁，哦为着咱大家要咱洗身躯方便，所以头一班特别早来这边，啊，你知道？啊，所以说咱即摆就是惊哪，你知无？咱不会大家担心，咱这代志若无处理好。哦，咱这个问题若无处理好，政府的问题无处理好，是万一来闹大，啊闹大，咱的主管机关讲恁袂使安尼哦，袂使过来遮载，哇，安尼麻烦啊，我嘛做烦恼的，知意思无？哦，我希望讲咱大家会当安尼，大家来遮甲恁载是拢继续一直安尼载落去，啊，不要为了这种小事情，恁好心甲为了这两个那两个乘客，结果害得大家都不能这样子，我们也没办法再来帮你们载，啊，你做好笑。所以现在拜托各位大哥大姐，拜托，是这样子，大家拜托，大概是。